啊，送分，这个球弹回来，哎呀，直接厉害了，直接要过去，本来来不及。我郑伟安厉害，有在注意，有注意，有注意，有注意。哦，追到只差三分哦，9-12。还好，第七局有得分，剩第六局剩额外的对。现在变成垒上没人了，但是威达又拉近了一分差距。这球偏高的坏球，哦，这个球短一个又弹回来。不过投手第一时间没有很快的冲过去补位，捕手后来想直接没有，主要是陈伟汉。